千啦嚇。P 六千。就要計依、這個，咁你一百二十喺計九十日嗰度。就要計咗嗰個 ray 先啦，一百二十日係除九十啦，係嘛？嗯。咁啊，然後再乘翻十二，咁啊每我幾多？我佢攞一百二十乘。要唔要計數機啊？佢攞 quarter 嚟計啊。嗯。啊！佢攞即係個乘四啦，佢啊乘四嚟計，佢咁樣計。九十日佢就一個 quarter 咧，佢就攞啊有一百二十日，係咯。然後嗱，佢嗰個咪係 P。要揾 ray 啊嘛，依、這個係 make 啦 ，make 除於嗰個 p 咯，咪係 ray 咯，所以我就話嗰、那個 parliament 咪就係、是。掂。係咪咁解釋啊？就係 interest pay 咗幾多就 make 咗幾多錢咁樣。即係其實呢個 pyramid 咧，最佢主要係想幫我哋去分究竟一百二十蚊係擺喺 p 嗰欄啦、啊、，m 嗰欄啦、啊，因為邊個嗰欄啫、啊？咁樣啊嘛嗱，如果我哋一百二十。放在這裡 A 這裡嘛是不是、嗯、那跟著那個4放在哪裡的4是你計那個一年計的嘛一年 OK 那就是4不是啊480或者是 你可以這個將它、120除以那個90拿了每個月的 interest 那我想問了 C 這個位置就是 8% 啦、B 那個位置放什麼 6000 是 pay 6000 A 這個位置放什麼 A 這個位置放480是不是是啊 make 咯A 擺四百八啊嘛，咁嗱，我點知道 A 係四百八呢個位咧？因為 income 啊嘛，我咪講咗咯 ，make 嘅錢就係咩咯？咁我又點知道 B 係六千咧 ？Principal， 咁即係要喺呢個所謂嘅三金字塔裏邊咧。係啊，你要知道咯，你自己知道你 principal， 你應該要知道係 cost 嚟噶啦，係 pay 咗自己幾多錢，總唔知 pay 咗嘅。是銀荷包俾咗錢，咪 P 咯，咁樣嚟解釋。佢個書係咁解釋。咁呢啲咁嘅三角形金字塔啦，一定最頂嗰個係 payment。最頂嗰係 M， 搣錢 ，future 搣嘅錢，搣到嘅錢。都係 money 啦 ，money 點嚟啊 ？money 就係 PR 做出嚟啊，咁咯。係啊。P 係咩嚟㗎 ？Pay 啊嘛。俾咗個錢啊嘛 ，R 咧 ，Ray 啊嘛 ，R 即係百分比或者係 ，OK 咁嗱睇睇 example two 啊一個 a man borrow 750 on a straight note，interest rate 係7.2啦，咁750擺咩啊？你嗰個750唔係話淨係750嘅喎，首先750唔睇嘅話，我哋擺 A 定 B 定 C 啊？依個嗰個梗係咩啦？你要計嗰、那個你唔可以咁樣750你咁樣計嘅。你如果係嗰個 interest rate 7.2，咁啊肯定7.2係 C 啦，擺。好啦。佢依個應該係。If total interest payment was 6.75，咁即係 A 係6.75。你依家計時間啦喎，你依家係計時間喎，啊嗰個。咁啊 ，the length of the loan 係啦，計時間。依個啊，依個750應該依度啦，係嘛？咁究竟67.5係擺 A 定擺 B 咧 ？Interest 啊。interest 嗰個 ray 咧就係呢度啦，啊，啊，但係咧依個嗰個 total interest 嗰個 payment 我就話呢度啦。如果係佢嘅，咁但係你有十三個揾咩啫？揾拎。佢依家要揾時間啊。係點揾啊？佢要揾時間先啊。可能呢條呢個。呢個係三部嘛？唔係啊！佢依個咧，你borrow 咗依個。然後你要我諗佢計嗰個時間出嚟啊，計嗰個 ray 佢 total 嘅 interest 喎 ，total 嘅 interest 嘅 payment 係67.5喎，咁啊依個係 total 喎，你要揾嗰個時間每喺佢依個7.2嚟嚟計嗰個時間先係嘛？佢係點啊？750嗰個係應該，我就話應該擺喺依度。哦 ，pay 啊 ，borrow 啊，就有54蚊。你費事 total interest payment 係67.5，佢依個應該係最後嗰度計咗嗰、那個喺依個 interest 係幾多先啊？我諗佢計咗個 interest 係幾多先，即係如果係750。在這個 base on 這個 interest 那裡是多少要給先就54咯、就要給多少先然後就這個他已經給了這麼多了就這個就隨這個就拿那個 ray 了
就攞每一個月咧就係四個半。咁啊，因為佢係六十七個半。係咯，所以。所以每個月係四個半。所以依、這個係咯，依、這個所以依個七百五十。但係咧，嗱，我想 make 個 point 咧，就係話呢個表咧，我試過真係㗎，我同一個學生研究過，研究咗好耐，終於我哋嘅決定咧就係話。完全唔好諗，完全唔好學，因為我哋唐人咧，成同除咧足夠有餘。咁咧嗱，你今日好，其實好，不如咁，我哋而家咧 hold 住先，你翻去諗。唔係啊，講下你自己嘅。你翻去諗一諗。仲要我去諗做咩？你翻去諗一諗，計一計。我咧再重新今次再試下擺多少少精神落去，睇下鬥唔鬥得出嚟。我自己咧已經同個鬥唔到啊，鬥到嘅話我就。